坤坤，疫情封闭这么久，五分点你还能打进吗？保能进几个就完事儿了。牛。还行吧。我去，我去，这一兜子球，哎呀，完了吧？我头发挡眼，等会儿我扎个头去。好啊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干。这回球不进没有理由了吧？这要看来是想把球打准，先得把头发梳朝天。鬼带也是一种运气。那你上手算什么？我没。